好，来开始。开锅的时候，你绝对不要站在锅子上面前面，不然水蒸气会烫到。好，来搅拌棒，搅拌的。一样搅匙圈。好，好，等一下到了，对不对？你再等我一下，我先暂停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你到，我到。到。那搅动的话，已经搅了哈。推开。还是我再搅一次？不要再搅了。好 ，OK。这时候让它平。让它平。好，那已经搅过，就其实它不会结一大块了。对。好，那刚才杨大说这边，等一下这边会。哦，因为热汤下去之后呢，然后这边先让它漏掉。好 ，OK， 好。这时候搅就是倒的时候，你们要站锅子的后面。站锅子的后面。才不会烫到，所以要。好。好。等一下，忘记装珍珠水了。所以。你这样子倒就不会烫到自己。懂，再怎么发生就是顶多浪费。OK。机会很低。好，倒一点。好 ，OK。你要他怎么样发生意外，比较不会伤到自己。好。过程中还是要人的安全重要。再过来，再过来。哦，好 ，OK， 完全漂亮，好。好。好 ，OK， 然后再让它漏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等一下冷水加进去，就可以开始搅动，让它这样。OK。一直搅，然后冷水搅进去，然后一直搅，漂亮的人，我看看谁是的。好 ，OK， 先暂停。还在录影。我的是。